司機人手短缺咧係全行嘅通病。同樣個價錢嚟講，你有幾種嘢做，而係你都唔會選擇揸小巴嘅。我呢度係咁薄嘅，揾到嘅成正比咯。好多後生咧，以前做開咧，一幾年佢都轉行啦。有一貨櫃你冇人揸，嗰啲貨揾邊個運出去咧？嗰啲超級市場啊、鋪頭啊，去買咩咧？未入呢行之前，我係做玩具嘅，跟住轉咗呢行，我都十幾年噶啦。你又要顧自己安全，又要顧住乘客嘅安全，又要睇住路面嗰個情形係千變萬化嘅，根本係你即係話少啲精神都唔可以咁做。劉偉全係俗稱綠 van 嘅專線小巴司機，依家主要揸香港仔來往市區嘅線路。呢一日，佢負責香港仔到銅鑼灣嘅路線。我哋暫時係$48個鐘，就時薪月計8個鐘頭為一間，但過時會補水。全哥話：近年專線小巴越嚟越難請人，人手唔夠，唔單止影響班次，佢自己亦都經常要頂更，積落好多假期。你看到我的名字啊，我都喂，呢度有呢個日子，點解會咁樣呢？就是因為你冇人。阿家俊開唔開先？家俊開，你開20，阿崇攞部 MB 咯。佢有幾個鏡頭咧，就睇住下低嗰啲車隊嘅運作，有咩需要特別去調配車輛去改善嗰個交通。越嚟越少人做同埋走噶啦，因為而家個工種太多啦，就好似揸私家車啦，甚至乎揸巴士啦，佢都不斷咁係搶人去做噶啦。邊度人工高少少，佢都會考慮係做嗰度咯。佢話：今時今日做小巴司機越嚟越難，差唔多人工。你做其他都做到嘅話，佢唔會入呢行噶啦，因為好似話咧，你成日都好受氣嘅，乘客就越嚟越暴躁，可能個經濟方面咧，大家生活緊張。Charles 係港大3年級學生，一直都住喺南區。2年前喺社交網站成立關注南區交通嘅專業。南區依家就係冇地鐵，冇地鐵嘅情況之下，究竟個南區個道路網絡有冇啲乜嘢狀況出現啊？同埋一系列巴士、小巴路線嘅變化都係會好直接影響到居民嘅生活，請唔請到人，派唔派夠車，全部都係。長期請都好似請唔夠咁，好明顯小巴等耐咗車。銅鑼灣翻香港就我主要係巴士多，即係我自己都依家係對小巴係比較失去咗信心嘅。呢一日放工繁忙時間 ，Charles 嘗試等小巴翻香港仔。咁如果連家企喺呢個位，可能要大概等幾耐？我只可以話希望半個鐘會上到。等咗5-6架车，半个钟之后 ，Charles 终于上到车啦。相对嚟讲，算唔算耐？预计之内咯，但系其实都搭巴士已经系翻到去。翻工放工个时间会大幅延长咗啦，咁延长咗就好自然都会影响到个作息时间，个人嘅情绪都会差啲啊。等车等得耐，又要塞车。如果你话改善，咁當然其中一個方法要靠加薪去請多啲人，但係其實依家小巴個車牌力都好高，而亦都其實呢幾年嘅小巴已經係加價加咗唔少，咁慢慢乘客量又會不斷去流失，
流失之下，小巴公司更加不肯請人的時候，最終會是一個惡性循環。嗰個人咩啊？嗰個 P 啊？係。陳文俊的公司經營多條南區小巴線，全港的線路一共請過千個司機，但係仍然長期欠缺近兩成人手，要請兼職幫手。去年公司因為員工成本上漲，而調高旗下16條小巴線的車費。個個車種都不斷搶人，變咗價錢又不斷飆升。而家做小巴司機平均我諗係50蚊個鐘度啦，50多蚊五啊松啲蚊。咁呢個係需要技能噶嘛，又要辛苦地程程車開門閂門開門閂門。調翻轉有啲老人家，譬如到緊60多歲啲，佢不如我算我做個看更算啦。陈文俊承认人工不够吸引是其中一个难题。一架小巴最好赚的线平均线一日都是赚我300蚊左右，我们的回报大约是7%左右。我将那200蚊全部不要给司机差不多，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事。根据运输署数字，2012年香港全职专线小巴司机有6540人，40岁以下的只有300多人，有2300人超过60岁，当中200多人更加超过70岁。我谂近啲10年里边咧，其实司机人手短缺咧系全行嘅通病。我够谂讲就唔系净系专线小巴司机咯，系全行所有司机行业，包括咗的士，包括咗非专利巴士，包括咗过境车，包括咗私家车司机。都是 缺人的，这个是香港的人口结构问题产生的东西。做这行做了40多年，70多年开始入这行，做到现在。叶林山做货柜运输40多年，做过老板，今年70岁还未退休，继续做司机。主要運送進口水果的貨櫃，幾有型係幾有型啊！尤其是去工廠大廈，哇！嗰啲司機咁威嘅，40多歲咁騰啲冷巷都騰到嘅，跟住咁辛苦又唔係貨櫃，時間長，太過長。喺碼頭攞櫃，又去目的地拆貨，拆完貨咧，又將嗰只吉櫃就還翻俾另外個倉。你好彩就快，唔好彩你拗你幾個鐘頭喺碼頭。成日要等，工时长达10多小时，运送一只货柜大约有150蚊，多劳多得。叶林山话：咁样嘅工作环境，好难吸引年轻人入行。7点几先开工拆货，好啦，拆完货11、12点啦，佢翻到屋企几点钟啊？起码都12点、1点啦。第二朝又一早要隔起身，又要开工。都係揾1萬零2萬蚊人工，好多後生咧，以前做開咧，呢幾年佢都轉行啊，揸泥頭車啊，揸的士啊。開貨櫃車唔單止係開車咁簡單，每隻吉櫃交俾船公司嘅時候，司機都要負責洗乾淨。洗乾淨俾翻人哋個倉，俾翻船公司，唔洗乾淨佢咧，佢就話俾聽有垃圾要收你錢。船公司不好環境，將嗰個費用轉嫁我啲貨主同埋運輸嗰度，係好煩，壓力好大，所以冇人入行就係咁樣。傻家有正嘛？咪咯，夜房啊。我就攞啲份開大份啦。坤哥係葉林山嘅老闆，本身有5架貨櫃拖頭，依家嘅夥計都係老手。仲爭2個司機請唔到，為咗接單，自己都經常要親自開車。請唔到後生仔，請唔到，因為好難入行。佢呢兩即係第一件點解咧？因為佢哋要嘅個待遇係太高啊，同埋個時間又要短，即係要佢哋話要點做就點做。坤哥話：運輸業運作唔暢順，會間接影響市民嘅日常生活。
好似我哋運生果噶，我都希望第一時間將外國嘅進口生果去運出個市場啦，供市民嘅需要啦。有陣時或者做唔切噶，或者遲咗噶，變咗咪推出個市場咪遲咗咯。每逢接到訂單，葉林山都要立即入貨櫃碼頭攞貨。呢一日佢大約喺下晝四點鐘入閘。足足等了三个几钟才拿到货柜，入夜后亦都是货柜运输的繁忙时间。咁而家开车去边啊？而家油麻地咯，去果栏拆货咯。朝头早九点钟开工，去到夜晚咧，坐细的柜为止。辛唔辛苦啊？辛苦，不过咁多年嚟冇惯啊，我哋真系惯。嗱，幾多生？嗱，幾多食貴係嘛？好，好個簽名，好。真係好細。我老大啊，跟住阿叉哥揾食你。我啲鞋咪好繁雜，我哋話佢哋，佢又細喺度嚟睇啊。嗱，個個都咁夜嘅，係嘛？夜晚先出動嘅。如果俾廿年前比，依家好早嘅咯喎。做得幾多年啫，大佬，呢個體力有限，係嘛？喂，呢啲真係好辛苦嘅喎，你都見到我啲彈嚟彈去㗎啦，爬上爬落嘅咧，車又咁高，條條筋筋我車出嚟出人啦，七點半開車，而家我要走兩三轉，走得兩三轉係咪實咧危險？你叫啲年輕人點做？喂，大佬，佢要識女仔，要拍拖㗎嘛？喂，有冇假放？禮拜有冇假？紅色假期有冇假放？我點做啊？咁？一人都變咗質。運輸行業個個都話冇新人入行。年輕司機究竟去咗邊度啦？二十七歲嘅阿龍係一名貨 van 司機。十六歲到入行啦，嗰陣時都係建工建緊車先，轉咗做速遞呢一行，我諗做咗三四年到啦，先開始轉做司機。喺舊年七月，阿龍決定自己用手機應用程式去接送貨訂單。覺得自己仲後生，所以先決定咁樣做。橫掂都係做呢類型嘅嘢，不如索性出嚟搏下咯，試下咯，當創業咯，當自己做個小老闆嘅心態咯。有陣時做緊嗰支 order 嘅時候啦，要留意住下一支睇下冇咯。咁就唔會話因為話少一兩支 order 要唞耐啲咯。咁又呢樣嘢樣樣都係錢嚟嘅。都係嗰句咧，趁後生有機會有一試有一搏，我又唔介意試下搏下咯。壓力一樣都有，但係唔同咗咯。如果打工嘅壓力就係擔心就係做得唔好啊，俾人投訴冇咗份工，到時就唔知點算。但係我呢個最大壓力就係點樣維持自己嘅開支啊收入咯。喂，羅生你好啊，我係送車嘅司機啊，咁就姓梁嘅。你啱啱見到有支 order， 你咪嗌咗車㗎。如果係就而家五分鐘到咗，得冇問題。好，唔該曬，拜拜。羅生係一間蛇旗老闆，因為業務需要，間中都會使用呢種叫車服務。因為我哋本身係花店啦，咁我哋多數平時會運送花籃啦，同埋過時過節嘅時候咧，啲果籃啊、禮品籃啊最多。Hey， 你好，羅生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嗱呢啲絲巴就拎去麗港城嘅咯。好，冇問題，冇問題。呢啲絲巴嚟嘅啫，每一日喺條街出面遇到唔同嘅事，日日唔同嘅客人。好，唔該曬。趣事又有，好似我一個女朋友準備結婚咧，其實係以前公司啲客嚟嘅。咁我諗最深嘅應該係呢個。阿龍現時每個月有大約2萬到3萬蚊收入。間中都會唔穩定，
不過佢始終覺得自顧比打工自由。第一多啲時間唔到屋企人啦，第二同埋儲錢結婚，呢個都係重點嚟。因為始終打工每個月揾嘅錢真係有限。我哋喺自己睇翻個平台，其實都比較多年青人入行啦。咁主要個原因因為年青人佢哋都中意去打一份所謂嘅自由工，接一啲唔同類型嘅工作，可以有得自由去選擇，唔似得喺一般作為一個打工仔啦，佢哋需要限時限刻或者一個好規律嘅一個工作內容。Patrick 今年36岁，揸俗称田螺车嘅水泥车一年，专为地盘送水泥。佢话近年香港嘅基建发展蓬勃，令到泥头车、田螺车呢啲车种工作条件比较吸引，多咗唔少人入行。朝八晚六咯，基本600蚊至到800蚊系底薪嚟嘅一日。咁之后就会再加饭中钱啦。咁之後過咗六點，即係過咗你嘅工時，就會有 OT 計翻俾你咯。如果你日日都係有工開嘅，就 OK 噶，即係24-25蚊都唔係有咩難度嘅。我揸貨櫃都揸咗一陣嘅，5-6個鐘先揾到一隻櫃嘅價錢，先可以揾到400蚊。揸小巴揸貨櫃都會係有呢個發展嘅，咁都係不斷都會用噶嘛，小巴啊，你暫時都未有嘢可以取代到噶嘛。但是他們的人工就沒有這些那麼高。開田螺車經常要出入地盤， Patrick 說有一定的危險性，不過為了收入都不怕得那麼多。入得地盤的你真的要很小心的嘛，上面有什麼跌下來、或者你有什麼意外、那你那個危險性是大過你就這樣出面駕車、那個交通意外的。你要揾食嘅話，就係、要 take 呢個 risk 嘅，又唔係話極度危險，你唔做都有人去做嘅嘢嚟嘅啫。即係打工仔嘅心態就係咁啦，福利好，人工高，就一定做。九巴員工協會話，公司曾經喺2004年改制，新入職員工底薪只有6000幾蚊，所以面對過人手短缺、脫班嘅問題，而解決方法。始終都係要公司加人工，資方冇受壓力嘅，佢一定唔會做噶啦。其實問題就係話，運輸行業冇人影響其他業界嘅嘢嘅，例如巴士嚟計就係翻工放工翻學，我哋冇人嚴重脫班，佢哋翻唔到工翻唔到學，係咪影響個運作咧？貨櫃你冇人揸，嗰啲貨揾邊個運出去咧？嗰啲超級市場啊、鋪頭啊，佢買咩咧？立法會議員易志明話：現時運輸業界人手短缺接近20%，擔心加人工未必可以解決到問題。幾年來都已經係全民就業，基本上就係冇剩餘嘅空間喺度。咁你加人工咧，只係糖水滾糖魚啫嘛。即係今日就我掹你嘅過嚟，到我搞唔掂咧，或到你搞唔掂，你又加多啲又掹翻佢過去。咁終於就係將我嗰個營運成本不斷提升，但係咧人力短缺嘅情況冇解決到。佢贊成有學者建議，司機透過進修提升技能，以吸納更多嘅年輕人。透過一啲唔同嘅課程，你學習咗點樣管理，咁你可以做一個打理人。我哋正在同業界咧就喺度努力地去研究緊呢樣嘢，點樣去 structure 佢出嚟。即係除咗工資之外，我相信嗰個發展前景咧，對年輕人嚟講都係重要嘅。運輸署回覆我哋查詢時話。就貨車司機短缺問題，一直都有同業界商討加快就業資訊流通。僱員再培訓局亦都提供進修課程俾在職貨車司機報讀，提升佢哋嘅就業能力同埋競爭力。公共小巴司機短缺方面，運輸署話部分營辦商已經調高司機人工同埋聘請兼職司機，而署方亦都聯絡勞工處協調公共小巴業界參與招聘會。並且鼓勵業界聘請更新人士同埋少數族裔人士。阿迪曾經因為犯事入獄，出獄之後重投社會，積極揾工。
喺街度行緊啲專線小巴，後面貼住玻璃貼住咯。打電話佢話：，誒、哎、上嚟見工啦，咁啊試一試車，跟住就你幾時可以翻工啊？咁啊，即刻見到佢好似好急咁樣，等人用喎，應該係。阿迪最初全職揸專線小巴，後嚟為咗有更多時間喺非牟利組織善道會做義工，轉咗做兼職，時薪50元。因為一直都中意揸車，阿迪話好享受工作。最好玩啊！咁啊，可以成日喺路面嗰度走啦，唔使困死個地方咯。有挑戰性啲，我覺得係咁啊，安全將啲乘客送到目的地都覺得係一種滿足感嘅。我諗比以前做宣傳多咗，依家外間接觸啲更新人士都唔會特別有啲有色眼鏡睇我哋咯。每個人都有機會可能會犯錯，希望人哋俾機會佢啦，咪先有個改過自新嘅機會。依兩年零咧，其實係多咗一啲僱主咧主動去聯絡我哋咧，就話有空缺可以提供俾我哋啲更新人士。第一個因素可能就係因為整體香港經濟環境真係唔錯啦，過去嗰兩年，特別係一啲飲食啊、零售啊、裝修啊、運輸啲業務，咁佢哋都需要請人。咁我哋喺三年前啦，咁我哋都睇到咧的士行業咧都好多空缺啦，咁所以我哋喺個監獄裡面咧就舉辦個的士課程。善道會個案嘅就業成功率喺2012年接近42%。而去到去年就輕微上升到接近47%。如果從整體社會發展嚟講咧，無論更新人士男啊女咧，其實真係都係一個社會一份子咧，都係一個社會資源。支持佢哋再學多啲嘢，即係與時並進嘅。其實同一時間都係俾機會社會，俾緊機會啲僱主咧，可以多啲人才去選擇。我哋希望咧就係。政府都在某些行業呢，尤其是呢你有些工種呢，現在的年輕人是未有那麼快願意去接受的，在這些情況之下呢必須有一些措施，希望政府呢是即是正視的，因為這個是對香港的持續發展是有一定的影響的。